我们看吊环这边，芬兰的托克凯奥尔利已经开始了他的比赛。啊，圈上是一个分腿水平支撑，这个任何静止力量动作分腿导致这个动作不承认，但是有一条例外，就是这个动作如果难度表上有的话就可以。刚才那个动作难度表上有的是一个 B 组0.2。其实上直臂直体直接压成水平十字，但这个到位还差一点。纳克雅马这是0.4，后旋出去以后，大环高转间，这个倒立，这个胳膊手都撑在这个环子上面，这是要扣分了。